你们说 A5S 算不算 AMG 呢？不算啊。那么 C63 呢？因为我可以告诉你，下一代 C63 也是这一台 M139 2.0T 四缸发动机，只不过呢是多了两个大功率电机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台这个星球上最强的量产四缸机呀，到底有什么人呢？ Racing start。四缸也是可以很刺激的。我想了想，现在市面上的四缸发动机啊，泰法R320匹，718300匹，这玩意儿421匹，你受得了吗？那么有人又要讲，哎呦，这种千匹的4G63呐，千匹的 EA113呐，很常见啊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但你要想一想，这可是一台量产车，对吧？梅赛德斯呢，人工让这台车开个3年10万公里不出问题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有的人说这么小排量啊，这么大马力，那涡轮迟滞肯定很大咯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样一说可能老的 A45 车主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的涡轮迟滞相较于老款的 A45 基本上啊就像是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，在日常的驾驶上你基本上是感觉不到涡轮的迟滞的。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台车在高转区域的这个处理特性，因为它的动力增长啊非常的像自吸，你明白吗？就是非常的线性，感觉这个动力平台非常的宽广。而且这台车你踩到7000转7200转都不会断油，所以高转才是这台车动力发挥的舞台。8速的 DCT 这台变速箱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，我认为换挡的速度也好，那么带给你的铿锵的刺激感也好，完全不弱于我们之前开过的保时捷911992那一台8速的 PDK。 底盘呢其实很紧绷，但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一点点的隔绝感，就这台车把路感还是过滤掉了一部分，并不是那么清澈的一个底盘。当然了，在弯道里这台车的悬架支撑也好，整个车身的动态也好，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。转向也是一样的，转向的阻尼感很好，指向也是非常精准，车头也很愿意去过弯。所谓的转向不足，还有那些前驱车常见的扭力转向，在这台车上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所以你直接大油门去过弯好，这台车因为有四驱的加持啊，屁股也不会过分的去滑动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适合在弯道里去跑。那正是因为有了这个 4MATIC 四驱的加持呢，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地把这台车开得非常快。虽然它也很贴心地给你准备了一个叫 Drift Mode， 就是可以把动力切换到后驱的模式，但是我们前面试了一下，虽然它切到后驱模式之后，但我觉得它屁股也并不是那么的骚动，并不会那么的神经质。因为它呢后桥和福克斯 IS 一样有两个多片离合器去分配后桥两个左右轮的扭矩，再加上奔驰的这个扭矩控制系统，我觉得后轮的动力输出啊，在你过弯的时候也是可以更多的去输入在它的外侧车轮，对，不用去担心侧滑，大油门出弯就好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台 A5S 呢，如果你买回家啊，不去下赛道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点可惜。因为这台车不管是科技也好，动力也好，整个车身的动态也好，在赛道里应该是非常能出成绩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调到它的舒适模式呢，来聊一聊这台车作为一个日常代步的工具呢，舒适度怎么样。其实大家也可以听得见啊，我们调到了舒适模式之后呢，整台车发动机的噪音就降下来了。这时候你甚至于觉得啊，车里的隔音也还不错啊，路噪也隔绝得挺充分的，对吧？再加上这个美轮美奂的氛围灯，悠扬动听的柏林之声啊，我觉得任何女孩子呢坐在这个车的副驾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了。
所以日常作为一个代步工具，我的舒适度也是比之前的老的 A45 要更好。在 AMG 当中啊，这也算是一台比较舒适的小车。最后呢，其实市面上的小钢炮呢也太多见了啊，比如说 M2C 呢也差不多快要卖断了，对吧？奥迪 i3 呢存货也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小钢炮的话，这一台奔驰的 A45S 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了啊。虽然说现在经销商买这台车呢可能要加价啊，加个什么5万8万，但是老话怎么说来着呢，有钱难买我喜欢，对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入手。最后我想说一下个人的感慨吧，我觉得啊，就比如说对吧，最热门的三个小钢炮 MRC IS3 还有这一台 A45S， 我个人最喜欢的最热门的还是宝马的 MRC。 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宝马车主就喜欢宝马，因为从感官的刺激上，从驾驶的参与感，从这种纯粹的后驱大排量的乐趣，确实还是 MRC 最棒。 Over。